顺义县行政区划图，北石槽挨着昌平和怀柔，是吧？北石槽有二张营啊，顺义有好多村儿叫某某营，号称叫七十二营，是吧？号称叫七十二营，二张营第一，大柳树营第二。中滩营第三，这儿还有个叫营耳啊，也带这个字儿。第四是吧？第四个营啊，你看东绛州营第五，西绛州营第六，这个字儿不对，这是山西移民，绛应该是乱绞丝儿那个绛，山西的绛县绛州啊。几山营啊，这都是山西移民。这都是从山西把地名移植过来的，是吧？第七叫几山营，第八是高丽营，高丽营是吧？第九河津营，第十下县营，第十一严家营，是吧？后沙峪这边有没有叫什么营的？有，第十二铁匠营，第十三回民营。天竺、喇苏营第十四，杨二营第十五，南法信、冯家营第十六，谢家营第十七。少马营第十八，马家营第十九，是吧？这个三家店啊，门头沟、永定河也叫三家店。赵全营第二十，小高丽营二十一，红桐营。二十二，洪洞就是洪洞，洪洞县，新洲营，这都是山西移民啊。二十三啊，去碑营二十四，洪洞、新洲是吧？这都是山西移民，明朝是吧？牛山、牛栏山啊，这有个蓝家营二十五，蓝家营二十五。马坡，我看看啊，马坡毛家营二十六，石家营二十七，大营二十八是吧？然后是北小营二十九，小湖营三十，大湖营三十一，然后是木林镇啊，木林镇看看有没有。哎，这个没有叫什么什么营的，31个了。李各庄，这也没有。龙湾屯儿，没有。沙岭，赵各庄。张镇，看看啊，北营三十二，丰收营三十三，是吧？大沽县三十三，看看大孙各庄啊，宗家店儿、吴雄寺三十三，三十三，同心庄这没有。薛家庄，后来这就京平高速了。尹家府，看看有没有叫什么营儿的啊？三十三个了。垮子营啊，这有个垮子营，垮子营可能属于另一个乡了。三十二个了啊，三十二、三十三有点混了，就按三十二算吧。北坞，
北坞，北坞也没有叫什么营的。李绥有后营33，是吧？前营34，东营35，西营36。沿河看看有没有啊？沿河没有叫什么营的，36了吧？李峤啊，头二营37，三四营38，庄子营39。实际上，这个头二营是俩村儿，头营和二营，三营和四营也是俩村儿，应该算41个了。看看顺义镇啊，就是城关顺义镇，现在它变成了好几个街道办事处了，是吧？就按照41个算了吧，我都有点混了。梅沟营42，军营43，杨家营44，吴家营45，是吧？赵古营46，哎，这河南村顺义最大的村儿啊。这上头显示大概有40多个营啊。据说顺义叫72营，呵呵，有些村都合并了。对，还有一个什么沙坨营什么的，有些没显示出来。我看那沙坨就在县城的西边。刚才这个什么少马营、马家营、谢甲营、冯家营说没说也都忘了。好记性不如烂笔头。西边顺义的西边是那个什么，是这个昌平。高丽营原来是昌平的，后来划到顺义了。大东流，哎，大东流这地方有一个国营的大型的这个做这个什么鸡腿、鸡翅、鸡胸、西装鸡的厂子，叫什么来着，属于北京市畜牧局的，原来给我送过货。哦，这叫令沟，哦，后令沟、前令沟、酸枣岭。小东流、大夫人庄、小夫人庄、葫芦河，哎呀，这地儿过去我都常走啊。赖马庄是吧？兴寿、崔村、香堂，对对对，香堂不是说是龙脉吗？是吧？拆了好多房，把那些违章的都拆了，是吧？听说邓小平的闺女，著名的诗人郭小川的女儿郭岭梅，还有女警察。还有那个画画的有名的那个范增，啊，还有那个中央政法大学的教授，好多人的房都给拆了。崔村镇嘛，兴寿啊，这地方小汤山，这地方种草莓，啊，陶峪口，哎，这个陶峪口水库，我跟我的朋友还到这儿来过，这儿都有熟人。半壁店，哎呦，叫半壁店的太多了，李峤。顺义的李峤这儿也有半壁店，看见了吗？你看这个叫南半壁店啊，再往南就是通县了，通州了。朝阳区也有半壁店啊，是吧？叫马房的，这地名都多了啊，就是那个是吧？昌平有马房，小汤山，你看北马房是吧？平谷也有马房，在县城西边，地名有很多是重复的。你看昌平有崔村，朝阳区还有崔各庄，就在望京北边，来广营北边，是吧？康营那边叫康营，是吧？马泉营，对不对？柳泉，是吧？西四有个柳泉居饭庄，对吧？据说是淮扬菜。十道河啊，怀柔有个九道河，到那儿吃过红鳟鱼。秦城是个村儿，监狱是吧？公安部直属监狱，关押的都是有一定职务的罪犯。
象房养大象的地儿吧，是吧？那个朝阳区有个村叫豹房，在大屯那边。讲理，你看昌平这名多好，讲理，是吧？咱们得讲道理，不能耍混啊。白各庄，白各庄就在这个温榆河边上，白各庄、正各庄啊，西沙各庄、东沙各庄，东沙屯、西沙屯，是吧？北七家，你看这叫北七家庄，这都老地名了，现在就叫北七家、南七家了，你看，是吧？南七家庄、燕丹村，是吧？这边现在这地方都叫什么了？这地方都叫那个叫那个天通苑了，沙子营，这都朝阳的，就在这个天通苑往东，是吧？离这个来广营没多远。你看有东三旗，还有西三旗，半截塔，这就是那个哪儿的那个天通苑西边往回龙观走的一个村儿，叫半截塔的地名，北京就好几个，中滩村。啊，这个中滩村有我一客户，武警总部体育工作大队、体工大队要过我的货。东小口，哎，马连店这属于回龙观了啊。阿苏卫，这有一个垃圾填埋场，北京的四清，第四清洁车辆厂，原来在那个北三环外熊猫环岛的东北角，国奥中心、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那个西门那儿，现在他们迁到阿苏卫垃圾填埋场，也造成这个村和附近老时不时的要一刮风就有一股恶臭啊。这个村有很多人得癌症了。阿苏就是阿苏特，阿苏特就是奥赛梯，奥赛梯就是格鲁吉亚的一个少数民族，叫奥赛梯人，现在被俄罗斯占领了，变成了一个国中之国，一个准国家。南奥赛梯在格鲁吉亚，北奥赛梯属于俄罗斯联邦。沙陀，是吧？在古代有个民族叫沙陀嘛，据说是突厥人的一个分支嘛。杨宋各庄啊，现在叫杨宋镇了。这儿有一个飞腾影视基地啊，我还往这儿送过货啊，用一辆130卡车送的货，送的是卫生纸，送了一车手纸。堂子口啊，怀柔水库都上这儿玩过，那早了。98年吧，99年可能到怀柔水库玩过，雁西湖啊，红螺寺啊，是吧？什么喇嘛沟门啊，唐纸山水库，我们到这儿来过。唐纸山水库跟我们家的亲戚们开着越野车到这儿来玩过。这应该有一个焦庄户吧？怎么没有焦庄户啊？焦庄户啊，在这儿呢啊，那合并了，龙湾屯跟木林合并了。焦庄户有抗日战争的地道战的遗址啊，是吧？后来沿着这东西方向修了新的路了，这上面还没显示白马路，还有一条路叫什么路来着？从金海湖到昌平那边了。叫什么什么沙路来着？忘了。这有很多公路，后来这个上面都没显示。这个地图早了，这个地图是1991年呀，33年前的地图。这是平谷了，英城、门楼庄、马昌营这是个乡，下边有个小村，应该叫嘎的头。哎，这儿呢，你看见了吗？嘎的头。是吧？大姑县、小姑县，一个属于张镇，一个属于大孙各庄啊。嘎的头，这小村都在这路过好几次啊。洼里，看见了吗？洼里，朝阳区也有个洼里乡啊。
大兴庄啊，王新庄啊，还应该有个峪口呢，是吧？王新庄西边是峪口啊，大官庄、小官庄，当地人发音叫大官庄、小官庄，北洋桥，哎，怎么没有峪口？哎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峪口，峪口，这有胡家营、刘家店、大华山，有大华山就应该有熊儿寨，是吧？熊儿寨在哪儿呢？乐政务，乐政务也是平谷一个乡。峪口往北有个村叫什么来着？前北宫、后北宫，那有大桃市场，这个大桃，平谷大桃批发的，怎么没有了？东少渠，东少渠是密云了，什么河南寨呀、东少渠呀，这都密云了，都是水库南、水库东南方向了。啊，下边南边就是朝阳了。你看啊，温榆河大桥，哎，黄岗乡，黄岗乡，奶子房。奶子房现在分成俩村了，一个奶东，一个奶西了，人越来越多了。费家坟、费阳谷、索家坟、索额图、索尼、北稿，是吧？有北稿就有南稿啊。东营村，这都有我客户啊，机场辅路啊，首都机场辅路。东营村，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的汽车修理厂。康营，过去都是村儿，现在都盖楼了，叫康营家园呀。这儿从机场往南新修了一条高速，这上面都没显示啊，都还没有呢。康营有个清真寺啊，这个村儿有不少回民。前尾沟、后尾沟小店金盏啊，这还有朝阳农场沙窝，嘿，天津也有沙窝啊，沙窝的萝卜呀。还有海淀区那个万寿路南边沙窝啊，是吧？离丰台比较近呀、啊。皮村，皮村这儿也住着好多北漂，是吧？啊，原来我经常从这儿路过皮村这儿。金盏干渠、东岗子、娄子庄、东八间房、讲台、讲台乡啊。是吧？再往西就是那个哪儿了，就是再往北就是这个九仙桥了。东风农场啊，也叫东风乡啊。单店是个村儿啊，后来这地方也盖楼了，叫康敬里啊。康敬里小区有一个北京市防修一公司，下边一个分公司啊，也曾经是我的客户哟。大望京村、小望京村啊，有南湖渠、北湖渠呀、啊，还有洛田洼呀、侯庄啊，是吧？侯庄，哎，后来我在望京啊，我买的房，据说就是侯庄大队的砖窑。当然，这个村早就消失了。关庄和小营，这儿有个高尔夫球场啊，汇中安、汇中里呀、啊，对，曹八里呀、啊。曹八里啊，甘阳树啊，就是大屯儿啊，是吧？惠中寺、上家楼、太阳宫、西坝河啊，仰山村、洼里乡，洼里乡都没了，洼里乡现在就变成了那个什么了，变成了奥运村街道办事处了，是吧？关西庄小学是我的客户哟，对吧？龙王塘村有一个快餐公司叫华森。华森的总经理姓赵，是吧？那也是我客户啊。华森的赵老板他爸爸跟我爸爸认识，是吧？我们老家都是河北白洋淀的啊，不叫闯关东，叫闯北京，是吧？1930年代左右到了北京就落地生根了，变成北京人了。永泰庄有北京市公安局的法医鉴定中心，有东城分局、西城分局的看守所，后来都搬到了北清路了。